Aye. Yes, sir, get your own gun.不要一下，再说一下啊。情完全没变呢、欸，对，那真的很痛哎、欸，痛痛痛，好厉害哦！可是你前几次跳会怎样，到后面慢慢的就好痛，开始有越来越那个，对，慢慢的，我还想说你也从小太大了吧？对，我真的是27下，哇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有两位压头，嗯，加油加油，一边一边三千分喽、嗯，不会痛啊，真的，跳二回旋、啊，跳完要二回旋，因为你有两位，不会痛。这个我的预祝让你先插播一下好了。哦，加油！加油了！一路加油！一般两分，你有超过27下就可以。你看前面几下是快速的、啊，到后面不要痛，再慢慢的。你一般讲就是跳的时候不会痛，跳完才会痛吗？在台上面。就是很近啊，就是感觉好像有加到穴道的感觉。哦。你身体怎么样最近？最近身体很不好。会超痛，怎么办？我紧张。如果不痛的话，代表身体健康。全力以赴就好，加油！一直站着，看着。好可怜哦，好痛啊！我现在脚都还在抖哎、欸，麻麻的。
种感觉实在不好，我们需要压迫。不会压迫了，不会压迫。恭喜，尾鱼。